那就同样的，就是在2001年到2004年，一开始的在小院子大概就是 deficiency 的病人啊。那随着年龄层，大概他的 deficiency 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不管在男生跟女生都是这样。跟超过50岁，大概是在男生大概是比较持平的啊，比较持平。那在台湾，就刚刚这个蔡院长提到过了哈，那就是这个 IOF 比的，就亚洲地区大概也是属于一个比较缺乏的一个地区。它就除了台湾、泰国跟越南啊，那显然它是他没有看到潘院长教授的一个最近的一个文献哈。那实际上台湾地区也是属于他们比较缺乏的一种地区了哈。那对于台湾地区缺乏，大概对于骨骼肌肉这个大致我们都比较熟知的哈。那大概就是osteopenia of the osteoporosis， 大概的小于30，大概很高的肌肉上 osteoporosis。那如果不要意识的话，大概就会有 leakage 或者该称为这个 osteomas。这大致这样弄的，我们都知道的哈。那我们要谈的就是说，那 muscle skeletal 的一个 effect 到底是什么哈？那维生素 D 它是一个 hormone， 它比如说，它会影响到全身的一个 organ， 只要有维他命 D receptor 的 organ， 应该都会影响到。那这是一个 knock out 的一个老鼠的哈，维他命 D receptor knock out 的，或者是 one alpha 海啸实验室，好了 ，knock out 的一个老鼠，它影响的大概会影响到 cardiovascular system skin 的对哈。那 cardiovascular system 影响是一个，它不会，它这个维他命 D 没办法跟 receptor 接，它就没办法抑制内分泌的一个 expression， 它的内分泌的。的一个 secretion 就会增加，会长开胃病的一个海特醇，同时会影响这个 cardio 的心脏的一个海特醇。那同时也会影响到贝塔四，因为贝塔四里面有维他命 D 的一个影响，可能会影响到胰岛素的分泌和胰岛素的分泌，可能也影响到血糖会增高了哈。那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胞都会影响，因为在 cancer 这一块，大概最近的事情就是比较多的哈。所以有个名字叫做 vitamin D 的一个 deficiency syndrome， 就不再就是引爆到 osteoporosis， 包括影响到我们的 heart disease， 包括影响到我们的 diabetes， 包括 type 1 diabetes， 还有一些 cancer。那这 cancer 最主要 prostate cancer 啦、breast cancer 啦、coronary cancer 啦，大概都跟 vitamin D 的 deficiency 可能有关系。还有一块是跟这个 depression， 跟老人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异常，大概也是有关系的。那维他命 D 的一个女生的，刚才也提到过了，实际上它有两个一个effect，它最主要是一个 genomic 的一个effect跟 non-genomic 的一个effect。genomic 的最主要就是影响到细胞和里面的维他命 D 的一个receptor。那这个是有 genomic 的一个 receptor， 跟维他命 D 的 receptor 形成一个干扰，会放一个这一个 promoter 里面的一个 response M。可以影响到基因的一个植物性，会影响到下游的这些反应的啊。那当然一个就是不是经由举到一个 receptor， 就在细胞里面有维他命 D 的一个 receptor， 跟它慢的也会影响 calcium 的一个缺乏的一个作用啊，会造成外力的 calcium 跑到细胞里面来，来造成一个细胞的一个作用啊。那再提到过维他命 D 跟这个血管的一个有什么关系哈？那维他命 D 的一个代谢当然可以，如果说严重的时候会影响到 PTH， 那 PTH 跟 calcium 的一个regulation 很重要以外，事实上 PTH 会影响到血管的钙化，同时 PTH 会影响这个心脏的海特醇啊。那最重要的一块还是影响到关于 angiotensin II 这个 system。同时会影响到 myocyte 的一个 calcium 的一个 handling， 同时会影响到 endothelial cell， 会影响到总胞 genesis， 同时会影响到 immune cell， 会影响到 cytokine 的一个 modulation。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基准，影响到我们的血管的一个代谢啊。那就是一个 knock out 的 MD， 你真的 knock out 掉的一个老鼠，跟他们的一个这是 knock out， 这是 wild type 的。可以看到这个在它的肾脏里面的一个 renin 的一个 expression 是增加的， renin 的认识角的 expression 是增加的，那血里面的 angiotensin II 啊，这很明显的一个增加，在那耗掉的一个脑子，那这脑子的血压不管是systolic blood pressure 还是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大概都会增加啊。那既然这个样子它看起来它是会影响到 renin angiotensin II 这个系统啊，那不只是借我们的 circulation 会影响，我们血里面的维他命 D 可能会影响到，因为产生一个 angiotensin II， angiotensin II 会影响到 angiotensin I， 那这个 NAD 是可以做好这个 renin 的一个 expression， 那
那当你的温的维生素 D 缺乏之后，你的温的 activity 会增加，那这时候你会造成你的 NO2 会增加，造成血管的收缩啊，还有收紧跟弯的这些影响，你会造成 hypertension。那么这个 microbiome 里面的有个维生素 D 的一个影响，这个也会影响到温，也会影响到这个整个 CNS 里面的这个 tissue nature， 然后这个 NCP1 啊，还有 VCOM 等等，同时会影响到 LDL aspiration 啊。它也会形成一个风塞的等等啊，也会影响到心脏收缩。那这些的一个机转可能是造成这个动脉硬化的一些可能的一个原因啊。那在我们的心血管的一个系统里面，包括了我们的 CNCL、心脏收缩、cardiomyocyte 等，还有一点就是 T 细胞、包括这些细胞里面都有维他命 D 的一个 receptor。所以当你的一个活性的维他命 D 跟你的维他命 D 你身体结合，会产生很多的一个生理反应，包括很多现在它可以影响到我们的 NO 的一个synthesis， 可以增加我们所有的一个胆结石，增加我们很多细胞肺的一个方式，同时会影响到我们有一个 smooth muscle， 肺会造成我们的这个胎量的一个降低，让我们胎量这个跟我们的这个总波形是有关系，可以降低我们的总波形，可以同时也会影响到心肌的细胞，它就会慢慢增加细胞的一个，增加细胞的安全性。同时，它可以影响到一些像 macrophage 啊，有些这里面的一些 macrophage 影响到这个 RAS 刚提出来的哈，同时影响到这个本菌线跟 T 线，那这个下一个 speaker 哈，蔡主任跟各位来做一个报告。那对因为这样子的一些细胞的一个影响，上影响到我们的心血管的一个功能。那刚才提到过了，在这个整个组里面最主要是25的维他命 D， 它可以经由这个 macrophage 到 macrophage 里面，其有一个 1α 和 2α 其中的活性维他命 D， 作用在自己的乳腺体产生一系列的一个反应，产生很多 cytokine 的一个 response， 那这是一个 autoimmune 的一个 effect， 在本菌这也是一样，它也是一个 autoimmune 的一个 effect。那在 T 细胞呢，它本身是一个 endocrine 的 effect， 也可能是基于本身是产生的1、2组的维生素 D， 去间接的去影响到 T 细胞，产生这些后面在这些 cytokine 的一些 inflammation 的一些 marker 的一些反应方式。那总的来讲，就是说维生素 D 缺乏，除了会影响到 PDH 以外，会影响到我们的 CNS 的一个inflammation，那最终会影响到我们的 RAS 的一个 activity 增加，造成胆结石和 hypertrophy。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的 beta cell 里面也有维他命 D 的这种 receptor， 这会增加我们的 insulin system， 同时会影响到 beta cell insulin 的一个 secretion。那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机转，造成糖尿病的病人。的血糖比较高，还有可能跟代谢症候群的肌肉可能有关系。那这个经常这样子的一个原因，造成一个动脉的一个变化。那刚刚提到过的是一些比较 basic 的一些 research 一个 book knowledge。那我们来再回头来看看 human 的 study， 看是不是真的和糖尿病跟代谢症候群啊，或者是 vascular disease 有关系。那这是最近在这个瑞典所做的一个研究啊，它是收集这个安养中心的病人啊。那在我们也知道，在这个瑞典，它是属于北欧，日照是比较不足的。那在安养之家的病人呢，他的这个活动是比较差的，所以基本上都是他们第一顶尖型的一个高危险区。所以他们第一顶尖的浓度最高也是48的以上。他把他们四个一个康台啊，那追踪了将近4年了，那发现就是说这个维他命 D 浓度比较高的，他 survival 的就比较高啊。那这整个是 overall 看他的一个 survival 来看啊。那这几年来啊，有关于这个维他命 D 跟其他一些相关的一些 outcome 的 study 非常的多了啊。那当然最主要还是在骨头的这一块啊，那天神这一块也非常的多啊。那在心血管的这一块大概有 7% 左右，代谢的这一块大概有 14%、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 meta analysis、那我们最近去国外排位啊，那一些常常做法说，哎，最近的这个演讲这个 meta analysis 文献太多了、但我还是要讲一些 meta 这个跟史崔的努力的文章，因为这类的文章相当的多了、那因为有限的时间，不可能一篇一篇文章跟各位做报告。
那这个是流浪动物园所有的一些科学的 outcome， 他利用一些统计的一些技巧，还有 system re 跟 meta analysis， 他其中包括了一个 observation 的 study， 也包括了 randomize， 他包括哪些 system re 里面的文章，他包括一个 meta analysis， 包括了这个观察性的文章，还有一个就是 randomize control trial， 他有认为他们可以去做补充，有点研究的哈。那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是心血管的一个 outcome 哈。还有一些 hypertension 也有啊，还有一些 ischemia 的一个 heart 一个 stroke 也有啊。那这里看到它的一个 risk 的啊都蛮低的，大概都是跟这个流浪病的浓度都有负，都是一个负相关的关系。那这比较呢，就是把这个流浪病低都分为几个 quantile， 它是最高的浓度去比最低的浓度的哈。那这个 E N 也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哈。所以我们的 observation 的这个 study 来看，看起来好像流浪病低跟这个心血管还是有关系的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些这个有 intervention 的这些 study， 看一下哈。那流浪病低补充以后呢，可以看对这个 cardiovascular 的一个 event 呢，实际上它就没有很明显的有统计上的一个意义。不过流浪病低的这些 study 去看 CV 的 outcome 嘛，实际上这个都是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在做补充的病人。顺便看一下看有没有心血管疾病，不是真正在看 CV， 他们 M 不是最主要，不是在看 CV 的一个 outcome 的啊。所以当然就是好的那些 study， 的确是 LMD 是跟 hypertension 跟 cardiovascular 有关系，但是在 randomized 的就是看起来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那我们来看看一个 prospective study， 看看是怎么样子啊，这个追踪去观察的啊。那很多文献大概有些有关，有些都没关系的啊。那这样的呼应起来，看起来是有意义的哈。这个 prospective study 看起来是这个 relative risk 的大概是 1.5， 大概增加了52%左右哈。那到底 cut out 切在哪里？好，那这边一些文章看起来的话，大概 cardiovascular 大概在定在大概在60个。nanomol per liter， 大概24个 nanomol per liter。那这个我们刚开始成一个一年的一个 correlation 的哈，所以说你的这个流浪病的浓度越高的话，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大概就比较还越低的话，你心血管风险就比较高了哈。那至于这个流浪病浓度比较高的文献，大概就会比较少一点哈，比较少一点点哈。那再看看最近的一篇文章啊，就是跟西院嘛，这是2015年的最近啊，那这是有普通的当地医的啊，跟卡利亚拉斯的一个 icon 啊，那这篇文章大概也是一样啊，大概也是一样，从这个整个 all cause 什么话题来讲，没有什么，好像没有一般统计上没有意义的啊，跟这个马卡利巴九三没有什么意义的啊，跟 stroke 没有意义啊，所以看起来在一个intervention的这样子一个 study 看起来。好像是有特别上的、特别临床上的一个帮忙啊。那刚提的是心血管的一个 outcome， 我们来再看看流浪病低跟因素理性跟代谢生物群的关系到底怎么样。那胰岛素不放是这种太空肌病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那当然跟肥胖是最主要有关系，因为肥胖里面的内分泌很多，因为三高肝会影响这个因素的一个 action， 会造成我们的因素的glucose 的产生的一个减少，所以我们叫做因素理性。所以在过去的一个文献里面，从刚开始的一个 study， 在成年的一个 study， 就可以看到流浪病低的五个一个框架，它流浪病低的浓度如果是越高的话，它的一个呢，血糖危机的 RTH 开始是越低的哈、哦，好像跟这个美兰高血糖跟流浪病低的浓度是有关。那跟肥胖，好、哦，这是 NS 的 study， 好、哦，不管是体脂肪也好，或者是 BMI 也好，那好像越胖的。它的这个流浪病低的浓度，就是越低。那我们再看一些 HMA 和 S 的一些文章，看 obesity 跟这个流浪病低的关系啊。从这篇文章的一个 HMA 来看起来，整个来看起来还是有关系哈。越胖的人，让他的流浪病低的浓度好像是比较低的哈。那这个是今年的一个文章了哈。那是跟胰岛素阻抗性有没有关系哈？那这个是用 HOMA 来看的，我们知道 HOMA 大概不是很准的东西，但是是比较简便的一个方法哈。那把维他命 D 的浓度作为4个框块，那就是维他命 D，
浓度变高的，那事实上它的后马还要就变低，然后这表示说它胰岛素阻抗性是比较低的，然后这是它统计上的意义，跟不跟解盲的关系好像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影响，它跟脱落的胰岛素当然都有关系。那这个是今年的一个文章哈，在一个那么广阔一个海马泰迪，你知道，那么广阔的海马泰迪地也是比较有胰岛素阻抗性的哈。那有关于胰岛素阻抗跟维他命 D 的关系，如果从肝脏里面的肺的一个抗性来讲的话，好像是跟维他命 D 的浓度是有些相关。那如果发生了维他命 D 是正常的，因此 A 型跟 B 型，事实上从这样子来看，看 D 的肺的抗性好像没有什么关系。那我们来看胰岛素的一个阻抗性啊，因为我们这是用英军看的一个方法来打一个取点的哈，它就是我们这个糖尿病在定量这个胰岛素阻抗性最标准的一个测定的一个方式，但是最复杂一个方式啊。而且那个文献里面看起来跟 HOMA 呀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从跟他们的英军女性的跟 NPOS 的一些女性的跟 Skeletal Muscle 一些女性的好像跟维他命 D 的浓度都没有关系啊。哦，所以好像从这样子一个比较一个严谨的一个研究，好像这个胰岛素阻抗性好像没有关系，跟好像跟 HOMA 好像有点关系的啊。好，那我们看看跟解盲的关系是怎么样。那这边是有做 OCTG 的病人，跟严重不要的，他把它分为 normal glucose tolerance。那 normal glucose tolerance 它分一个小时血糖小155跟大于155的，那这是 IgG 的病人，就 type 2的 DM 的病人。所以在大于155的，各位可以看到哈，所以在这个平均血型的比例就比较高，好，那他们病人的比例也比较高，好像感觉是跟第一个小时的血糖好像是比较有关系的哈。那大家用这个慢波的原理去看看到底哪一点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跟你这个关刀的一个血糖，哎，看起来那个低的病人好像是有他们低的浓度，好像是一个 independent， 那所有的当然都是有相关的啊，什么那个低的病人啊，好像是25度可以一个小时的一个血糖了哈。所以从之前的这个报告，好像跟体重也有关系，跟血糖好像也有点关系，跟血有关系。那表示跟代谢症候群也有关系。那从这个贝塔氨酯的一个文献，各位可以看到，的确是有啊，的确是有在他们低的浓度是跟这个口腔菌的一个 study， 它的确是跟代谢症候群有相关。但是从 Paul 跟龙基的发表的 study 都看起来有点相关，但这只有两篇而已啊，这个 prospective 的这个龙基的发表的 study， 大概文献不是很多啊。但从口腔菌来看，也好像有一个代谢症候群好像是有关系。而且是还是有一个一年的一个高级放置的这种关系的啊，好像你的浓度这个越低的话，你的我们的肌肉这个 average 好像就越高了哈，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那在他到底有哪个问题？我给病人这样子的一个病人，糖尿病的病人，你要治疗到底会不会有什么帮忙？那这是同一个人做的同样的一个 study， 他投到两个不同的杂志的啊，他最主要是找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啊，有维他命 D 因神经性死亡的病人，那最主要的这个 study 最主要是一个 randomized 有 control 的一个 clinical trial， 是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 study， 不过他病人不是很多了啊，他最大只有120个病人啊，他三个病人是上瘾吃到这个每天吃代谢1000个 milligram 啊。那第二个病人是吃维他命 D 啊，一个礼拜大概是5万个 IU 啊，那这剂量还蛮大的哈。刚提到问题，有1000个 IU 的话，那比如上一个礼拜差不多7000个，那就是用到5万的。那这个是维他命 D 再加上钙，那就是全部都有了吧，是吗？那230个病人，那治疗48周啊。那他们去看这些乳房内的妈妈跟筛都看了，那基本上跟这个光内镜它没有什么关系啊，那跟这镜是有关系的啦，好像钙加低的话，那下降的幅度还蛮高的啊，这个有这样子的 sense 跟 BMI 的啊去看啊，那跟 IL-6 也是有关系啊，那跟开始第七啊第一是没有关系啊，跟 TNF-alpha 是有关系啊，那我们这边看跟血糖到底有没有关系啊，那这四个病人来讲，他的glucose
好像没有加强，但是统计上都没有意义。那各位看这是 minimum， 假设是 0.5， 一个 minimum 是18，那 0.5 呢才降9。好，那你大家不要为了降这个空格是蛮久，就是给病人补充给他们补，大家不会了哈，他就叫病人水多少15，大家就可以降9了哈。但是各位你看 A 脉是，他的确就可以看得到，给他们 B 加这个钙。就可以降啊，这统计上是有意义，这两组大概是没有意义的啊。A 值大概可以降到5.6啊，这个还蛮明显的啊。那淤血的浓度大概也可以下降。那至于这些这个一些淤血的血粉啊，那还有什么可以跟你治疗另外的话，是低量淤血损体比跟低量肾帮凶啊。大概淤血损体比的话，大概也都是。特别是在科组跟分生组是有益啊，这是跟其他的组别比是有益的啊。但是光用南方法去比，大概都是有益的啊。它另外这个功能是有点错啊，它医学科学的功能好像也是这一组的病的啊。它在那血压好像有点下降啊，也是在这一组，我帮你给它，好像有点帮忙了哈。所以这里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如果你同时补充了他们 D 加上 K 组。这可能会真的有改善淤血损体率，这是 activity 啊，降低淤血的一个女性的，但是特别要提到，是在维他命 D 因神经性失的一个病人，好，它可能跟一些引发淤血可能有关系，包括 ILS 是天然化啊等等都有关系。那这个淤血，它做 D N 对糖尿病有没有预防？目前是没有文献，它有一个 ongoing 的一个 study 啊，跟 D2D 的一个 study， 它找的病人就是一个 pre-diabetes 的病人啊，包括这个 pre-IDD 跟 IG A1C 之间5.7到6.4，但是这个 study 好像没有去看说是不是维他命 D deficiency 型的病人，从这里面好像没有看得到啊。但是在 ongoing 的 study， 因为他们开始收病人是在2013年，好，那我们期望看这个 study 看有没有一个正面的一个结果啊。他是刚才提到过了啦，这个是当然就是说这是针对补充的病人的预防的一个剂量啦。目前来讲好像没有定说对于这个心血管的预防或者是糖尿病的一个治疗一个剂量。那我想最主要就是说这个的一个 data 不是那个 story。都是还是一个 inconclusive 的啊，还没有是一个 consensus 说他对这样子一个治疗有很大的一个帮忙啊。那最后做一个结论了啊，那维他命 D 它是一个很多的一个方型啊，不只是只有在骨头里面，还有我们的很多的一些 organ 里面的一个维他命 D 的一个 research， 它可能进而的是一个 auto point 跟 power point 的一个 mechanism 啊。那维他命 D 好跟心血管有关系，可能跟它的发炎有关系，什么都是有关系。最重要的话还是跟 brain NGH 这个系统有关系的哈。那有些文献是跟美国微血管有关系啊，那可能是因为有胰岛素阻抗跟 obesity 可能有关系。那这样的有一些intervention study， 当然也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啊。我想需要更好的一个跟孩子可以跟 try 的去 change 这个关系的，维他命 D。的一个补充跟糖尿病的预防药、糖尿病的治疗药或代谢症候群的一个关系。那对于心血管疾病的话，目前来讲维他命 D 对于这种是不是可以降低心血管风险，目前也没有很好的一个证据。所以目前如果都是为了这个预防心血管疾病，大概也不建议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治疗。好，那这是我今天的报告，谢谢。非常感谢唐医师做一个很深入的分析。那请问在场的各位有什么问题吗？刚刚好像我们在主要说，胖的人维他命 D 好像会比较容易丧失。那所以是怎样？胖的人不要晒太阳，瘦的人都正常晒久一点。它里面解释是说，胖的人脂肪比较多，因为他们 D 是属于脂溶性的维他命。所以事实上，这个维他命大概都存在脂肪里面，好，这个大概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了。啊，没有说胖的人就需要多。那这样胖的人如果补充维他命 D， 他痘痘会不会很好？需要多一点。差点讲不是。包了吗？你取决于你都跑到脂肪里面。请问一下。我们刚刚分析的那个，阿德瓦西拉蒙他有跟你讲哦，
Observation 呢，它也是有个差值的差异嘛，对，但是 RCP 的话没有审过，对，你如果解释这个现象，我们要相信哪一个？我还是比较相信 RCP 的啦，因为这个事实上它的这个是 Meta Analysis 的文献，所以它是它的一个文章，它的一些 study 的 design 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整个铺面来讲看的话，我是觉得不是那么的好，但是因为不可能把每一篇文章都拿出来看，那看见有些文章就是有关，有些文章就是没有关系，所以我比较相信还是 RCP 的这种串还是比较有公信力。因为他知道在过去比较买得到的维他命 D 比较便宜的，是我今天广告也没关系，是愚人牌 A 加 D 一颗五毛钱，里面有一千单位的维他命 D， 但是他也加维他命 A 五千单位，他一颗五毛钱，我还愿意让别人买这个。另外一个是葡萄网，叫做巴什么巴卡拉巴还是巴拉卡还是一个奇怪的名字。我现在忘了，那个好久以前才有，现在最近已经买不到了。好，那因为这个事情最近买不到，我同学还特别写信给葡萄网跟愚人牌好几次。那陈龙湖大家都认识，陈龙湖医师在做理事长给我们写给他们说，拜托你们为我们台湾的病人制造一些维他命，用你的价格。